各位观众，哎呦，大大已经在这边等了哟，是吗？啊，你洗澡啊？啊，你身骨臭到要死呢！啊，我来洗澡。哎呦，舅舅，你洗完了哦？舅舅，你洗完了哦？哦，啊，第二批是什么？我们都都在洗啊。哦，送哦，多多，哎呀，不要甩，那都不要甩哦，因为他们真的太臭了哦。趁今天预警哦，天气好。林妈妈洗机场重新开张了哦，哇，多多的毛好长哦，那找时间把它剪一剪呢。然后多多送哦，啊大大，等一下换你哦，你今天要臭到要崩你了你，啊你啦，尤其是你啦，你很臭，你看现在摸你的头都黏黏的呢，啊，头顶这样都黏黏的，大大你安那算的，想要你这地在这里就摸起来，整个触感就是有点黏黏的。太隔音了啊！等一下换你哈，啊，来看一下多多哈。没有，哎呦，多酷哎，多酷哎，来看一下。嗯，等一下要吹凉凉呢。哦，你先洗完了哦，袂歹哦。嘿，多多的尻川遐摸哦，我想要找，要找时间啊，剃剃的，放屎拢掉咧尻川。多多要甩了，我们先离开。多多来甩了哦。来啊，那个，来大大力帮你毕业得啊卡里，等一下换你了，下一波换你耶。我们先等多多先初步擦干了，我们先今天重头戏，因为我刚刚在忙一些事情。重头戏呢，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味道最多的狗林金大，等一下就要进场了。你要去，来来大大来来大大来大大进去换你，卡巴给嘞，卡巴给嘞，过来。我大大今天比较乖哦，来进去洗澡。我 大大怎么越来越大只啊？那种感觉。哦，多多，你要等大大呢。哦，好棒哦！来，叫你去见一下恁囝，展现一下你的父爱。然后，多多不知道兴奋什么了哦，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泰哥大哦，那今天泰哥的啦，大大，你终于有今天了哦。公公，我泰哥啊。有那么吵死？我们还有一点点香香的。大大，有够吵哎，超臭的。有一点臭，还要臭它。臭香啊，对啊，简单讲应该是臭香啊。之前网球卡的地方在御景，你去搜寻那个。新天王殿就有了，那个殿是那个宫殿的殿哦，它在我们隔壁沙田村那边而已。哇，太过高的洗身躯啊哦！我大大真的越来越大只呢，虽然说现在把它的毛用水泼掉了，但是呢，哦，嘛是足粗呢，干嘛大只尔啦？哦，今天礼拜五哦，明天放假了哦，所以放假前给大家一点疗愈的画面。我来挤肛门腺哦。你的尻川还是要清洁哦。弄尻川弄掉晒哦，那个屁股的毛要帮他们剃掉，哦，不然的话，你看那大大的屁股要掉晒。哎呦，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已经九九已经在展现他的父爱了哦。哦，帮他的儿子呢，把身上的水舔干净哦，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，哦，感动啊！你看安尼啊，就叫，哦，叫你好爸爸呢，那真的在帮多多舔身上多余的毛哦。那老会员朋友都知道了，但是新朋友呢，可能不大清楚，就是只要呢。多多跟大大哦，他们出就是下雨天淋雨回家呢，舅舅只要看他们身上啊有淋雨啊，就是有湿呢，像现在刚洗完澡，身体还有水，舅舅就会帮他们把身上的水舔干净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呢。哦，舅舅还是舅舅，其实有的时候在想，还是舅舅只是想说，哦，这么肥美的肉呢，我先舔干净，等一下再来吃。哦，感动啊！哦，
哎呀，啊，豆豆还要换角度哦。那个身为儿子呢，还要自己瞧好角度让爸爸舔哦。爸爸是不会自己绕着你舔的哦。所以呢，这边舔干净了，然后小孩就会自己换角度让爸爸去舔了。哦，超有爱的啦！你看这个画面，哦，刚感动呢。啊，这两个囡仔哦，细囡仔哦，平常。都是忤逆他爸呢，不是咬他爸呢，就是什么？但是呢，到了他们身体只要湿掉了呢，他爸可能都会担心他们会着凉，所以都帮他们把水舔干净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父爱啊！你看多多还要自己换位置，哦，感动啊！啊，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镊子的现场哦。这太可靠哦。那你看，舔完了，多多就自己去旁边躺好了。啊，舅舅换舔自己了哦。舅舅呢，洗完澡呢，还要自己舔，帮孩子舔完呢，还要自己舔自己。来，反正太可靠，差不多啊。哎，各位，大家每次看我们洗澡秀呢，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猛兽出炉的阶段呢。好，等一下，阿妈擦。等一下。那大家，你等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先擦一下。来哦，猛兽要出炉了！猛兽要出炉了！来！啊，吹！耶！哦！就笑来啊！疯了！叫九赶快逃离现场！啊，吹了！耶！有！就哦，那就出来都是要小怕啊！哦，疯了！好不容易一踏出那个浴室呢，是干净的。然后现在你看，现在开始暖了，它开始在暖了。哦，这太膈应了，想想，所以当会那么臭，其实基本上跟它本身的个性是有关系的。哎呀，来啊，滚啊！哎，这滚一堆。来，去吹两下。哎，安妮哦，啊，给，走走去吹水机那边，妈妈帮你吹干了。啊，大大的毕业都要给他冲啊！然后在那边呢，就是很多人问说他们洗什么，我们是洗这个，哦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这个是。太大桶了，洗不完哦。他们大概平均两三个礼拜洗一次澡啦。哦，因为现在冬天呢比较少洗。然后我们的吹水机是这一台哦，你们可以自己截图，荧幕截图呢去网络搜寻就有了哈。它是吹水蛮快的，然后还有暖风，还有暖气。所以你看，九九基本上蛮喜欢我大大招来比。哦，大大，你难得香香的哦，我头哦，你头很湿哦，嗯，难得香香的，哈，笨蛋，你难得香香的，啊，得去，向南，向南，啊，一吹两下，对啊，大大自己被那个毛巾勾住。一天无啦，伊也起来，大大今麦个样子。哇，舒服哦。哦，超爽的，你看多多的表情。你看多多的表情超爽的，哦，多多，爽啊！哦，那表情看起真爽的啊！哦，那多多的表情就知道了，看起来很变态啊！哦，脚脚上啊！哦，他们两个父子呢，就是蛮享受在吹风的啦。那个，你看多多都快睡着了。
多多真的是一个老人的灵魂呢。哦，他有运动员的身体跟精神啊，但是他灵魂是个老头。他很喜欢泡澡，然后跟吹风。来，泰哥，你俩过去，你俩去吹凉凉去。通常散步回来我们不会清洁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室外犬，所以散步回来就是散步回来，就是臭了我们才会洗。平常我们是不会洗，因为毕竟他们不会跟我们一起睡床，所以平常散步回来呢不会做什么清洁，除非他们身上去沾到脏东西，或者是粘了一些鬼针草之类的。大大。大大来，过来，你也去吹凉凉。多来了。啊，多多在旁边睡觉啊。一个老头，来，边啊困你啊嘞哦，多多。哦，身体湿的还可以睡，就可能只有多多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大柯威。什么？他拿他逃走了。是因为他永远抓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滑下去了。啊，全世界最淡定的狗，应该就是我们林烧酒了。哦，娇娇，送的哦，超爽啊！娇娇的表情超爽的。哦，够爽的啦，你看表情啊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镊子的部分，一个睡着了，一个自己在舔他的短手。大大，大大，吹凉凉去。大大，你听人讲的啊？多多过去，去。送哦，啊、哦！你看你这肯多，啊、哦，袂歹嘞哈！抓到，那屁还抓不住啊！了袂掉，了袂掉！哦，抓到，他一直在躲，来啊，司仪来过来，来坐好。辛苦等等等，那个吹，啊，吹得到。我舅舅还要哎，舅舅，你有什么眼神啊？你还要？啊，你还要？你等一下，他，你儿子也要吹啊，啊，等一下哈。那舅舅还要，哈哈。没空位高，不是没空位高，爱吹，这么喜欢吹吹水机的只有舅舅了吧？来来，多多快，来，哎、欸。
你来去那边。哦，豆豆也是蛮稳定的哦。哦，送哦，豆豆。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表情来。九九在后面，很像痴汉一样在默默的排队呢。因为九九很喜欢吹吹水机。哦，多多多多好像一个很乖的小孩啊。哦，好舒服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痴。小七，你起来，在车上，你要去吹毛毛吹干净啊！你去把毛吹干净，你身上都湿湿的啦！啊，你湿湿的，你等一下要去滚，啊，然后又沾了其他的味道，你又变个，你又变得很臭呢！啊，你要听人讲话了，小七，小七。去吹干净，我带你吹干，去妈妈那边，去妈妈那边，去，去，去妈妈那边吹干，哎，你笑啥啊，大大？哎呦，我舅舅要摸摸了，看到我在摸大大，他也要来摸了，哦，舒服啊、哦。多多也又来了，多多冲起来，然后突然间钻出来，你怎么突然间从狗群之中钻出来？啊，大大，我们在笑啥呀？吹笑把笑哦。啊，九九还在等待呢，九九还在旁边排队等待。老乖，老乖，小，你要去散步吗？多多条散步逃了，要改啊、哦！要去散步吗？你要去？送哦，大大。大大耳朵不见了。哦，很爽哦，大大很爽哦。九九要等什么？那多多快睡着了呢，各位。多多在旁边快睡着了，他眼睛已经在小了。啊！哎呦，九九等到了哟，啊，又可以再吹一次哟。九九超爱吹的，来多多过去，哎，你的毛很长，你要吹久一点。哦，还有滑步呢哦，佳佳，舅舅真的在排队呢。你也吹完要去散步了、哦。我多多天啊，散步哥精神都来啊，精神抖擞。
我就在睡了呢哦，大家在睡了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洗澡直播到这边就好，因为我的稳定器又快没电了。啊，今天疗愈的时间呢，就到这边就好了。那也先提前预祝大家假日愉快啊！哦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市区，所以今天下午就没有散步的直播了。OK， 那稍微吹干就好了。我今天阳光很大，带你们出去晒太阳。去晒太阳。走，OK。好了，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呢、啊，我们要带他们出去晒太阳了，拜拜。